家好，我是 Sonia， 还是阿拉姑。今天就是要想来一个就是不一样的造型，有吗？我的花招非常弱。好，那我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淘宝来美国啦，就是今年你也可以在美国双十一要来了。然后我之前呢，其实有海淘过两次的经验，可是每次买都会很担心运费，因为我之前买了两次，就是那个我的运费是跟我买东西的总价是成正比的。就是尽管我已经尽量不要买体积太大的物品啊，或者是太重的物品，那我还是买了，因为就是还是相对的起来都划算。可是就会想一想，就觉得如果我现在人在亚洲，那我所有东西都可以买两倍，然后就觉得很可惜。我今天这么说呢，就是因为有解决方法啦。那就是淘宝美国站隆重推出了天猫全球官方店，为我们在美国想海淘的人呢提供直邮品家的商品跟服务。那我就直接切入重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你可以本地退货，这点我是觉得非常惊讶的。如果收到劣质品或是不太好的商品，我是就会想说算了，因为就是也不贵，然后你就也没办法退，因为你知道你退了之后，它来来回回这样时间跟金钱这样的话，你真的不如再重新买一个。再来第二点呢，就是你只要在天猫全球官方店呢买满人民币499，你就可以免运。哎，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夸张，人民币499大概就是70美金左右，所以就是你们知道我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，所以就是双十一真的要买好买满，因为70美金在天猫或淘宝上面是可以买蛮多东西的，所以这点我真的是超级惊讶，真的是超开心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教在美国想要海淘的人类们怎么做，因为呢现在是双十一的预热期，然后北美是到11月9号，所以大家就是现在要进入作战状态，先看好。所以美国用户呢，现在都可以就是随时登入淘宝啊，然后抢红包，或者是可以看到双十一当天他们有哪些商品是有优惠价格的。现在就是直接操作给大家看，大家一定要先做好欲望清单，或者是放到购物车，双十一那天呢就可以直接下单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淘宝来美国啦，天猫全球官方店，省心省钱，品质保障，低至5折大礼券开场。我必须这样讲，如果你是要买淘宝的东西的话，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在美国，这样对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想海淘的人会比较多优惠。我刚刚说的那个满499人民币免运的地方呢，你可以直接在你的 APP 上面这边打天猫全球官方，或者是直接在网页上面打天猫全球官方店，那就会出现这个天猫全球官方店。淘宝来美国啦，满499人民币包邮省钱又省心。对不起，双十一包邮专场，满499直达美国。这次双十一啊，什么淘宝、天猫、海外店啊，都很多网站，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讲，是这个才是499直达美国。我们来看看它现在还有什么优惠。数码电器会场有这些5折的优惠，然后哦，这个是新的，因为昨天看的时候还没有，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预热期，不断加新货，所以大家真的想海淘的，一定要随时 follow 一下他们的网站。这边就双十一运费5折，然后对这边本地退货，这个是超惊讶的，超开心的。好，那我要再念一次了，不好意思。淘宝来美国了，双十一狂欢最强折扣来袭，包邮送红包，半价爆品，大额折扣券，支付美国卡付款，丰富选品，超多福利，值得你来。那我现在呢，就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那个清单。然后我其实啊，已经有把它打在这里了，就是我要买的清单。那我现在就是因为还在考虑要买什么，所以我就先放一些我已经决定要买的。像这个呢，它就是淘宝那一天它是卖39块，因为最近啊，就是小编买了一台二手车，我们需要这个来把它架在车上出风口那里，然后来导航。然后我其实想要中间这个，它中间这个应该是金色，好吧，加入购物车。好，有一个东西这样跑到右边去，这样才是放入。然后再来这个呢，也是我看了蛮久，这个脚踏垫，它是那个硬的那一种，就感觉好像还不错。那我要粉红色中间的这个大小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呢，因为它就是很便宜，然后我就想说，
来用用看，有时候如果刚好住外面的时候就可以就带几根必带的刷子，然后要换颜色的时候直接在那边刷一刷，然后就可以用。我觉得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还蛮方便的，而且一个才4块美金左右，那我就先买一个试试看，然后加入购物车，哎，这个确认好。下一个是这个鞋盒，我觉得也蛮酷的，因为我鞋子还蛮多的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全部给它这样包起来放好，不太穿的就可以这样放。然后它是十个入，我当然是选择粉红色。然后大家就是也要记得看尺寸哦，因为这个鞋盒蛮大的，踝靴它都可以装，所以其实它容量蛮大的。然后双十一那天是卖84.5，加入购物车。再来下一个呢，就是我觉得目前想买东西里面算还蛮优的，就是这个。因为我黑眼圈很重嘛，有时候黑眼圈很重其实不是因为就是你睡太少，有时候是因为就是可能家族遗传，鼻子比较不好，呼吸比较不顺，我们家的人都这样。然后我有试过，我真的要睡满2天满满的哦，几乎都在睡觉，我黑眼圈才会少一点。所以我想说用这个试试看，它是那个黑眼仪按摩器，它可以去黑眼圈、眼袋皱纹，它还可以去唇纹。然后为什么双十一狂欢价是这样，是因为就是我是在这边看到的，这个双十一五折神券，就是你当天买会变成99人民币。那我想说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来看购物车。我现在目前呢，共是335人民币，那一天要买满499才免运。可是大家就是要记得，因为这边的价钱全部都是平常的价钱。像这一台机器啊，它上面写119，可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当天呢要用抢的五折神券才卖99，所以这样子其实就已经折了蛮多。这个呢到卖39，可是当天它会就是会再打折。这购物车上面的价钱全部都是不是当天的价钱，所以你要先买超过，然后当天它折扣的时候才会满到499才能免运。那这就是我的购物单啦。然后对，好啦，完成啦，就是我应该都把我想要的东西放上去了。那就是这就是淘宝双十一，我的淘宝双十一的愿望清单。大家记得哦，就是美国双十一的时间跟亚洲是不太一样的，我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。美东的话呢是11月10号早上11点开始，然后美西的话呢是11月10号早上8点开始。那时间到了就可以赶快下手，因为有些优惠商品当天是要用抢的。最后呢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在天猫全球官方店呢买满499人民币就可以免运。那美国消费者呢就可以使用美国的银行卡，对，我之前2次海盗都是用我在这里的信用卡。然后呢旅游专区呢也有丰厚的折扣机票。再来最后一点，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在当天抢掉那个物流的红包。那么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海淘愉快的一天啊。下个礼拜的这个时间我会再放另外一次就是我买的淘宝开箱的影片，那大家敬请期待哦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支持你的力购买，支持你的力购买啊。